那个是什么呀？再猜。石榴。哎呀，答对了，好棒啊！叫做芥菜啊，芥菜也有点苦苦的。走进生命科学农场，让孩子认识餐桌上的食物，也要学习如何栽种。你这样轻轻的摆进去，等一下那个种在这里，不要 close to 这个，好不好？慈济核桃教育园区快乐儿童冬令营，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，体会植物生长的奥妙。这根好了，它跑出来了，这根。对对，小慢一点，慢一点。If you don't prune the tree or plant, it goes into the other plant space. I like the way, first of all, there's a garden, and I think it's important for nature, for environment, and I like her to be in touch with gardening. Please kneel down. 请献上小盆栽。七天的课程，学习到大地的智慧，把亲手做的盆栽献给父母，这份感恩心就是最大的收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旭牧、杨雪娥，美国报道。